在世无一事法事，有钱决定爱出钱建庙宇，铺路予众生吞达。无钱的这支嘴烧了法事的无意思爱去行的，体会人生，人生喜乐哀悲，有人苦，有人甜，有好的人真幸福，开钱亲像咧拆银纸，拆到尾啊，无功无过，五阴决定立体，甲囝恁作弄，好好想看嘛。为了只是甲恁指点你，毋是咧甲恁吓，甲甲恁恐吓，谨记吧。所以这种的物件咧，惊看嘛，昔日为娘有讲过，三个月气恼后，你继续，那无爱好歪头咯。随缘之来，随缘离去，相信在座，为娘啊，有缘救袂少人。今仔日这轻松，受官的，徛在面头前讲予人听的，徛到后面。你什么病发生？什么人甲你救？甲你讲哦，兄弟姊妹在，较袂讲咧甲人冤咯。凊彩叫一个来，伫方泉寺咯，甲囝你叫倒转来，你爱好好发誓，爱学较精咧，毋通准过。乖啊，就要等掉，三思神的，甲你记好好嘞。讲较大声嘞。2020年，伫除夕夜来这边，这边吼，啊去拜神，结果伫暗时咧睏时阵。发现讲吼，遮来种下一个真疼，结果吼，我着听母娘讲吼，爱去病院去检查，结果医生甲我讲，全部拢检查了后，医生讲我这是乳癌第二期，啊，毋过为着讲吼要清迄个重大伤病吼，所以甲我写到第三期，啊。我一步一步拢听母娘的话，甲千辛万苦的话，吼，甲一边落来做音乐，还佫做无意思，啊，一边一直写，啊，经过化疗八届，开刀嘛是爱写音乐，再拄着桂林吼较安全，啊，佫经过电疗，这时阵拢是。我拢有做音调，啊，而且嘛听师傅的话，啊，甲母娘，甲伊讲吼，啊，甲医生啊配合，佮食迄个早时啊吼，我佮配合讲吼食，因为我以前是一罐多拢是叫阮讲袂使食，拢是爱食素，啊，佮为着我家己的身体爱好，所以讲我就食鱼、食肉。啊，佫食鸡肉，安尼配合我的身体，慢慢我的身体就一直好起来。啊，即阵已经经过电疗以后，啊，就无佫食遐遐物件，因为伊是助咱的身体，为着咱的身体要好，就爱
帮助咱，咱才有法度吼，嗯，若做一寡用着，搁甲因回报。感谢因啊，互阮这身体有较健康。所以讲，迄时阵我着食到身体拢好起来，啊，最近嘛已经，以前做化疗时阵吼，身体拢足虚的，拢差五十几公斤，即卖已经拢较丰满啦。所以讲吼，即一路上拢足感恩吼，母娘以及千辛万苦，帮助我。啊，一方面我家己嘛是讲，嘛有去写因德，嘛有去做无畏心。所以讲，这一切吼，拢是你家己吼，啊，甲母娘配合，有行着我这病才会好。啊，我做干部的，所以讲我，若要做啥物无畏心啊，要做地陪吼，我拢做干部来去做。所以讲吼，我拢无怨言，做啥物工作也无怨言，一切拢是做干部母娘甲亲亲人做。今日我这落来才有这健康，啊，继续我嘛是爱一直爱做。虽然母娘甲我叫，互我一个生命，哦，伫个大大个做药铺，这嘛是一种吼。以前毋知讲要安怎做药铺啦，嘛是千辛万苦一定爱教教，搁兄弟姊妹爱教，才慢慢才较有做啦。啊，毋过嘛是重点讲一句，其他一寡无内容毋免讲，爱有讲话。既然你个先人配合，用善道写业过，为了叫我都甲你掰开你个业来交田个，叫我都保全着你个性命，所以你爱阻碍，好好替天行道。庙宝若做无够，爱加强个。听话爱听好，才袂枉费你伫倒位伫咧修。不管是倒一个庙宇教门，为娘也要甲恁讲，莫甲人动。若要动因果界，爱甲人承担。早为娘就讲过，今日来这个所在。就是要甲囝偷开因果界，莫甲为娘仔讲一挂五四三的话。什么叫做无？什么叫做毋通来？无若法度救人，偷界伊原会变成一个正气参天的大神呢？所以修持者修到遐恭敬，搁点人诶，莫一派胡言啊！好好修吧，不管你是伫啥物道，真道真理爱听，莫迷失伫人诶手头就可以，安尼知？可以了。你真苦，你知也毋知？你又捡人个，目屎拢做饭吞，安尼要怎样？是毋是行无路个？毋知要行位倒位去，伫十二路伫咧徘徊，行伫新大的天运啊，无来行，
村辈，咱哪样啊？心马路，听娘的吉呀干，爱去做岁月的。无阿老啊，你阿只一人，奈何为阿娘啊，甲囝做心大的思啊。有法度哟，做会出来也袂。有阻碍也无。有阻碍，我也还是要排除万难。对，真多会甲你真靠，但是靠过着你个，唔通阁留子孙。一枝真真是多大套的，三界拢到了，倒一家伙拢走袂过，莫惊人偏去，也莫想巧，度人吧，度人倒转来，六月七十日，看是要游览车用。渡人回来，到九月十九，为了着法度甲你改变命运，安尼知吗？先这段摕来，去好好结人咧，予人有机会。囝你若无行出去，人毋知影你是咧做啥物代，也欲刺人心。要让子女智慧开，让你日后会晓讲话，较流利，是毋是？你会找你要爱的物件咯，毋通搁再行到浮光大道无价值。昔日还搁囡仔样，今日已经几岁了，是毋是？借着你有用的器具，来为娘仔甲你斗相共，偷你的骨头，